宴来了，客官请慢用。谢谢。来，以前小的时候晚上饿肚子，哥哥总能从各种地方给我找来好吃的。有一天晚上就给我找来这样的一碗面，那碗面真的很好吃，就和这碗一样。你能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故事吗？等吃完了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